一波，你说一下你是什么东西？啊，我是个东西，摩托车。我是个，我是个好东西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？哦，我带了这个东西呢，就是适合和朋友在家里面，然后做一个角色扮演。角色扮演。棒。角色扮演。一博。你还玩角色扮演呢？你想太多了，峰哥。游戏。人越多越是，当然了，当然了。人越多越谢刺激嘛啊。一博真的一不出是吧，真是平常不说话那种排列，说话绝对像杀人游戏。一博就一个不知道姓氏的，你不承认这个是吧？因为我狮子，我可能还啊比较好吧，不说。啊，就是那个收回性狂热。那是这个意思吗？你是这个意思吗？是不是？哎呦，你不是特别好吧？啊，反正啊，就那样吧。一博，尹正哥，我俩就是时而他在上，时而我在下。就是不是，就是来来回回，时而他在上，时而我在下，来来回回。一博，四点钟姑就醒了，醒了。啊，什么？哎，泸州老调，这个汤底，请问是用什么调？啊？我们只是松茸跟韩哥。一博，一博不行，一博要抢救。一博，你怎么了？你喝了这碗汤之后大笑，一博怎么了？一博怎么了？那两个素菜耶，就好开心的感觉。就是让我们的一博笑成，对，笑成这样了。王一博，你到底是笑的蘑菇醒了，还是泸州老调？四点钟蘑菇醒了，四点钟蘑菇醒了。这个笑点还真是很奇怪。一博，我成年啦！所以，想。他想看，什么？他想看那个干嘛？因为我们都喜欢那个武侠片的电影，就是那个可年龄都是那个，对，十八岁，对，十八岁，对，像看这样，我们五个人一起去电影玩的话，有些人不能看，对啊，就像这样的电影，越描越黑，十八岁，对，十八岁的电影。我敢，王一博早上起来一睁眼的时候，一博，比我小的人他也会比我长，比我有长处嘛，也会有长处，所以就是这个也是，也是比较多学。